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艾丽，你好，我来了。啊，范范，你好啊。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是，我要去超市。小艾丽，我们快点去超市吧。啊，妈妈，现在去超市吗？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去超市的。小艾丽啊，不过现在去超市不是买你的玩具去的，而是去买晚餐做的，晚饭做的什么蔬菜呀、肉啊，就买这个去的啊，听好。好的，好的，妈妈，现在我听妈妈的话了。现在去超市的原因就是买晚饭做的蔬菜肉。好好好，那么妈妈，我们快点去吧。妈妈，那个篮子给我吧。这个篮子是吗？你要拿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要帮妈妈拿那个篮子吧。哦，好快呀！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小艾丽啊。不过妈妈，要不我去那边看一些东西行吗？你想要看什么呀？应该不是去看那个玩具吧？妈妈，刚才不是说买蔬菜吗？我要帮妈妈去看蔬菜，好不好？啊，是那个意思吗？好的，好的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哇，这里有很多好看的玩具了。哦，稍等一下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包包了。我去看一下。啊，哇，这个很结实的包包了。我就拿这个去幼儿园的话，很多朋友们肯定羡慕我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漂亮，我想买哦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可爱的小兔子啊。什么？你也要去我的家？我也这么想的，我也跟你一起去我的家一起玩呢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这个又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公主的宝石箱子啊。这个也我很需要的东西呢。真想要买哦。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好的，我呢已经都买好了。不过我的女娃到底去哪里呢？又是去看玩具去了。都想要买哦。小艾丽，你现在干嘛呢？妈妈，你来了吗？妈妈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小兔子娃娃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那个娃娃呢，在家里也有嘛。妈妈，那个是白色的小兔子嘛？看这个，这个是粉色兔子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妈妈，给我买一个这个好不好？小艾丽啊，今天不是说嘛，因为来这个超市的原因不是买玩具来的。妈妈，妈妈，我想要买，我想要买，买给我一个好不好？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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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不行！妈妈，我想要买，我想要买，我想要买。好的，好的，你这么一直哭着，妈妈回家了，拜。噜噜噜，棉花糖啊，跟哥哥一起来超市真的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看看看，这个是雪的声音呢。什么？没礼貌？不过这个声音是应该不是小凯文的声音吧？棉花糖，棉花糖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，那样的是不要看的，因为在超市里那么大声的哭着，这是没礼貌的，真的不行的。然后呢，哎呦，玩具是不是天天买的呀？怎么办？是小凯文呢？稍等一下，好像是穿的衣服是小艾丽似的。哎呦哎呦，不可能，小艾丽不可能这样子的。哎呦，还是一直哭着呢。棉花糖，我们快点回家吧。哎呦，小凯文走了吗？我看一下。走了走了。那
我现在骑在教室里不能这么大声的哭，老师不耍赖了。范范，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艾莉，今天你给我讲的故事真的很有意思的。不过我也今天骑不能在教室里那么乱动着耍赖了。嗯，一定的。